我讨厌一次性，不再融入华丽，就像我的爱情恍若隔世迷离。我讨厌一次性，用完就被丢弃，就像我的爱情没人为我可惜。我讨厌一次性，不再融入华丽，就像我的爱情恍若隔世迷离，就像我的爱情恍若隔世迷离。多么的陶醉，唱得好深情哦。方阳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谢谢谢谢无双妹妹啊，谢谢无双妹妹。完了之后，这个啊，又听我又唱了半段。哎呦我们是不是八点开始了？这个算吗？这个算吗？方阳哥，这个算呀，算呀，肯定算的。那我这就算一局啊。你都七点，我知道你都七点五十七才算。算了吧，算这是算。肯定了，你这整。对啊，你这比如说整着，然后都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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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一个保姆总管家点赞吧。哎呀，你这是啊、嗯！哎呦我的妈！我今天一定要跟你比一比点赞。我们家也有双倍点赞了。你现在多少赞？我刚开播，现在是46万赞。46万赞是吧？我现在是240，别慌啊，我看一下啊。嗯。246万。好。来，行。来，保姆点赞加总榜闭麦。我讨厌一次。家们加油点赞，人家已经200多万赞了，这速度。瞄准我们家雪条点赞，谢谢大家，谢谢我翅膀哥啊。五个人站榜，今天这一局是不能浪费。八点到十点只能打两次 PK， 只能连2次，不能浪费这一次。我连过去才知道已经是算第一次了，感谢我从，谢谢我新哥，欢迎我们从雪哥，两个榜了，还差三个人，家们瞄准我们家雪条点赞啊，哦哟，我的天哪，这已经算一局了，我以为这个不算呢，快，不能浪费这一局，家们瞄准我们家的红色雪条点赞，我们这一次点满150万赞可以吗？双倍点赞点到150万赞，现在已经50万赞了。快，家们，这个是点赞局啊，点赞局、榜五局、点赞榜五和总榜局，谢谢大家。不能浪费这一次 PK， 这个也算 PK， 我的天哪，这已经算 PK 了。现在规定8点到10点只能 PK 2次，不能浪费这一次啊机会。谢谢家们的支持，鼓励家们把我们的赞赞点到150万赞，好吗？谢谢我翅膀哥，我好浪漫啊，谢谢我翅膀哥给大家发了个福袋啊，谢谢我翅膀哥补刀，感谢翅膀哥。我们还差三个人，还差三个人啊，榜五还差三个人。谢谢家们点赞，现在双倍点赞已经53万赞了，赶紧冲刺一波，我们能点到150万赞可以的。谢谢大家的点赞，加油，一人两百个赞。谢谢家们的点赞支持啊。来，家们无双先做一下直播内容，我先弹曲，家们点赞啊，满屏的点赞走起来，还差三个榜，榜五还差三个榜。咱们榜五还差三个榜啊，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我先把曲子弹起来，把节目做起来。谢谢家们，谢谢绿萝姐姐。OK， 3个榜了，还差两个人。还差两个人啊，榜五还差两个人。谢谢大家，家们加油点赞啊！能点到150万赞，能吗？咱们能吗？
翅膀哥的果冻，谢翅膀哥的果冻，加满还389位，一人一颗小星星，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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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满对面榜榜五，谢谢我新哥补刀，感谢我新哥，谢谢翅膀哥加满，现在是双赞加成啊，现在双赞加成，一人一颗小星星，一人一颗小星星，谢谢我二月天哥哥，感谢二月天，哎呀天，二月天哥哥能补辆保时捷跑车上去吗？谢聪雪哥，聪雪哥1200，绿萝姐姐1200，翅膀哥哥4900，新哥10000票了，哎家们一人一颗小星星，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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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榜五总榜加点赞，家们赞赞点起来，现在多少点赞了？还差一个人啊，榜五还差一个人，榜五还差一个人，二月天哥哥能补上来吗？现在64万赞了，64万，我们冲刺100万赞嘛，150万估计达不到了，100万可以吗？谢谢大家。还差一个榜，还差一个榜，保时捷跑车占个榜啊，家们，二月天哥能占一个保时捷跑车吗？甄姐，甄姐在吗？甄姐在吗？冷风姐，甄姐，甄姐在吗？还差一个人，还差313哥哥能占一个榜吗？313哥哥，313哥哥能占一个榜吗？他们的榜四1200，榜五上来了，欢迎试探连长，还差一个榜，家们，保时捷跑车占个榜，还差一个榜。他们一号买2400，二千，二号买2400，我们要打到2400。绿萝姐姐，葱雪哥能补一个保时捷跑车上去吗？感谢我翅膀哥的私人飞机补刀，感谢翅膀哥，谢葱雪哥的补刀，感谢葱雪哥，欢迎 AB。还差一个人，家们，我们家还差一个人，还差一个人，还差一个人，一起点赞，家们，把我们赞赞点到100万赞啊！还差一个人，榜五还差一个人。谢谢我从雪哥的补刀，从雪哥现在是3000票了。绿萝姐姐能补上来吗？二月天哥哥能补一个保时捷？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还差一个人。感谢我青州哥，好久不见青州哥，谢谢我们，谢谢我们313哥哥。OK， 补到3000票，把我们的榜五补到3000票应该就可以了，补到3000票。现在青州哥2999，绿萝姐姐是1200。要313哥哥1200，来补到3000票，补到3000票，大哥们把我们的总榜守住，榜五守住，总榜守住，把我们的赞赞点起来，谢谢大家。还有30秒，还有30秒，还有30秒。谢谢我翅膀哥的补刀，感谢翅膀哥，翅膀哥已经打了10000票了，我们新哥也是10000票了。来，我们青州哥，青州哥，青州哥补到3000票，青州哥已经有3000票了。绿萝姐姐或者我们的313哥哥能补上来吧，再补一辆保时捷跑车上来。快，还有10秒，还有10秒，还有10秒，一定要补上去，不补不上去我肯定输了。来，还有10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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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榜守住，总榜守住，谢谢我新哥抖音一号，我的天哪，拿下，欢迎多耳朵姐，2400，2400，拿下，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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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们，赢了，赢了，赢了，扣一波拿下，扣一波拿下，谢谢我们新哥，新哥打了20000票，翅膀哥打了10000票，青州哥哥打了3000多票，葱雪哥3000多票，我们绿萝姐姐2400多票，313哥哥2400多票，二月哥哥谢谢，谢谢我们所有无双家们，感谢感谢，扣一波拿下，感谢所有家们，我们的赞赞现在是多少了？把我们榜上的哥哥们姐姐们艾特一下，扣一波感谢啊！艾特一下，扣一波感谢，谢谢大家辛苦点赞了。青州哥好久不见了，谢我新哥，谢我翅膀哥，感谢葱雪哥，谢谢我们313哥哥，谢谢我们绿萝姐姐，谢谢大家。让他换连线了。你们家点赞太厉害了，嗯，嗯，嗯，这么我怎么连过去？怎么连过去那个什么音乐连麦，就是音乐连麦怎么连？哦，来了来了，看来这局都算了是吧，刚才上面显示时间这局都算了，肯定是这一局肯定是算了，大家们双倍点赞了、啊、那就连线我们才艺呗、就是、你这现在多少赞呢？现在我点了70，现在只有71万赞，总赞71万赞啊，那我这刚才是200啊，400多万赞！你们家赞赞怎么那么厉害？我怎反正怎么也赶不上你的、啊、点赞。啊。嗯，手都点没的。对，等于说点了170万，等于说是是吧？嗯，辛苦了，辛苦了。你这以刚才是，你这刚才是这个三十万赞，是40万赞？记不得，反正没你
不，你们家啊，比我家这更现在大。加起来一共70万是吧？对对对，是的。行，来吧，没事杨没事。哥，我们来个才艺啊。行，可以。还要来那个上海滩吗？平局了，家人们，平局了啊！啊，上海滩是吧？没有可以平啊，局，可以。我赢了，总榜榜五我赢了。哎呦我的妈！啊，是的，对，咱俩都赢了啊！点赞我赢了，那个你赢对，哎呦我的妈！来吧，我们欣赏杨哥来一曲。行，你想听什么歌？你唱的歌倒好听的。哎呀，这话说的，你这整的，好久来，不我见，看。哥哥们、姐姐们，青州哥、聪雪哥，好久不见！谢谢翅膀哥，感谢绿萝姐姐，谢谢三幺三哥哥，《牧羊曲谢谢大家的灯牌，喜欢无双左上角点点关注，上个灯牌，感谢大家的点赞。我也来个爱的恋曲吧，行不行？这一上来就是《爱的恋曲》吗？对，爱的恋曲送给无双啊！一上来就是《爱的恋曲》。不知不觉爱上了你，为了爱情迷失了自己，明知道相爱不容易，可我偏偏对你着了迷。那是一个飘雪的冬季，越让我们不期而遇，你用温柔融化我的心，让我死心塌地去爱你。你是我今生爱的传奇。一切不屑爱的恋曲，雪的冬季，越让我们不期而遇，你用温柔融化我的心，让我死心塌地去爱你。你是我今生爱的传奇。一起谱写爱的恋曲。你是我今生爱的传奇。一起谱写爱的恋曲，一起谱写爱的恋曲。这个无双，你这个你给我的感觉啊，你好像你是不是会作诗呀？不会作诗，就好像你这个啊，好听啊，太美了！哎呦我的妈！啊，
啊，这整的干个这一说话就这个就好像这个需要感叹点什么这整的，那可不，哎呦我的杨妈！哥一上来给我唱爱情曲儿，我能不感叹吗？啊，是不是？欢迎梦啊，想哥，谢谢，行，谢谢我刚才加入。看到了啊，想听那个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好嘞，我看到了啊，想行，你的时候一问会儿月再，亮，对，那我弹一想曲你的啊，时，对，我弹一曲啊，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啊，会弹是吧？行，家妹，咱们那个给无双点点关注，给无双点点关注，无我双换妹个妹琴啊，啊。啊，行，啊，你这干啥？这要弹首歌得换一个，弹首歌换一个，挺累挺啊这，哎呀我的。哎呦，别把他摔了，这整哎呦我的妈！家们，咱们给榜上咱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咱们给那个点点关注，点点关注，啊，是的，行不必行？须是人品啊，特别点点好。关注。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哎呦，什啊，么？没啥，合作一首。不行啊，我这想起时候，月亮都。谢谢欢大迎家。龙游大海，欢迎啊，欢迎。淡淡忧伤，相思的泪从他心中流淌，夜深人静时是否把我想，月亮恰似你那甜美脸，在想那那里里好听，好听，太好听了，这家伙，太好听了，好听。合作一首，咱们都叫我们。你这一弹，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唱。那咱们就合作一首，阿宝呢？怎么样？好嘞，行，你弹吧。完了之后，我就随着你的感觉唱就行了，好不好？好，OK，OK。啊，这样他不会掉拍啊。嗯，是的。我唱一下，你看，我就我这个调啊，就我这个调。来，原版的就是秦勇老师的这个调。是这个吗？对，是这个调。嗯，好嘞。来，我们合作一首《阿巴阿妈》。行。走起。就是啊，行，来，你弹，我就溜着你唱来。
留着来。谢谢大家。稍微脆一点是吧，稍微脆一点，没事没事没事啊，大家听这证明咱真唱啊，脆一点。加盟为什么闭麦，是因为网络有延迟，只能放音乐的这一边闭麦，不是说我故意闭杨哥的麦、啊、对对对对对，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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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听不到唱歌是因为我们这个抖音它是连麦或者 PK 都是有一个延迟的现象，没事没事，哪一方这个放的音乐就哪一方必须要闭麦，不闭麦的话它就是不在一个不在一个这个时间点上，他就会迟没事两三秒、嗯、啊，没事，无双，这是都知道都知道，直播间都知道都知道。哎，因为我们家这边可能有一点点带节奏，说我闭麦了，嗯，把杨哥的歌声给闭了、啊、他们可能、嗯、啊，可能有的不知道，可能在你直播间听了完了之后听不到我唱声音，可能是，好、啊、是的是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嗯、啊？没事没事没事，这一说大家懂了，没事没事没事啊。嗯，好，哎呦我的天了，这点到500万了，我的天了。厉害厉害厉害，杨哥，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嗯，呀，开心点，开心点啊！嗯，完了之后，咱们给无伤点点关注啊。
给我想杨点点哥关也注。点点关注，没事，可能有的家们可能不知道啊，可能不知道。你这一没说，事。都知道了啊。刚才咱唱歌之前忘给解释了，这家。哎呦我的妈！没事，这很正常，很正常。行，好嘞，好，杨行。哥玩的开心，杨哥家人们玩行，的开走了，心，无双，拜好嘞，拜，哎，拜拜。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啊！欢迎大家来到无双直播间。那我们去连吧，只能是连线邀请了。欢迎扯蛋哥，欢迎扯蛋哥。酒醉，思念的人已经不在，人生不过一对对的顾念。月亮月亮你别睡，爱过这段艰难日子，想起来也不过如此。虚伪的酒我再也不接，想起来也不过如此。虚伪的酒我再也不见。谢谢，感谢布丁哥。哎呀 ，Hello！ 我一开播就说赶紧连张老师，我们喜欢看你们俩逗，喜欢看你们俩演，喜欢看你们俩搞笑。欢迎青州哥回家啊，家们！现在我们是连线时间中，因为我们8点到10点的 PK 只有两次时间，现在只能连线时间了。对，好，我们就连线就好，然后咱那个就不 PK。对，他这个十点的哦，不是8点到10点是只让 PK 两次，所以咱干脆就不 P 了啊，大家欣赏才艺为主。然后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可以走一走这个礼物支持一下我们，谢谢，感谢我布丁哥亲吻，谢谢。好的，张老师家们晚上好，今天我本来是白天开播的，结果白天去谈项目，谈了，下午就没时间开播了，我只能晚上开播了。太棒了，然后正好我周六日也是晚上，太好了，今天完美对接上了。欢迎我迎风哥，刚才谈的是不是不过人间呢？对呀，对呀，不过人间，而且你知道吗？我今天我家来好多新人。那太好了，因为很多来好多新朋友，对大家好多新朋友都不太了解啊。我和无双，我和对面的这在这边，我和无双对面这个小姐姐，我们两个是基本上每天都会连麦1小时左右，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国乐的这个二胡和古筝交替的来给大家来演奏啊。我们会演奏一些，比如说古筝的 DJ 曲、二胡的 DJ 曲、古筝的深情曲目、二胡的深情曲目，一人一首啊，然后不同风格的曲目都会给大家演奏到啊，所以呢，今天大家我们第一次来的家人们有这个耳福了啊，我们可以听一下，不仅可以听二胡，还可以听古筝啊。大家可以喜欢的话点一点关注，入一波灯牌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在听曲的过程当中，对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帮我们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帮我们大家点一点赞啊；第二个，大家可以站一站榜，谢谢大家。好，那无双来。张老师说的真好，非常的全面，一二三四点，这个思维非常的清晰啊，思路非常清晰。没错，家们，把我们的灯牌点亮，赞赞点起，喜欢我们的这个鼓励走一波啊！来，我们来一曲点歌的人 DJ 版，当古筝遇上 DJ 曲，当我们的二胡遇上 DJ 曲，当我们的明月遇上流行曲。谢谢家们的灯牌，感谢我们青州哥，谢谢我们绿萝姐姐，谢谢所有我们两边直播间家们，久等了。欢迎我战狼哥，这个版本的好听啊，好看吗？对，比之前那版本好听。
好听好听，欢迎小马哥。无双认识小马哥吗？不认识耶。我给你介绍一下，小马哥唱歌老好听了，可用情了。哦，没，我比较专一的一个人。他是我那个喜欢的歌手里为数不多的灵魂歌手。哎呀！小马哥不仅唱歌，小马哥不仅唱歌非常好听啊，这个直播节奏带的也非常好啊，人也情商很高啊。你别看就长那个样。你这是夸人家的还是啥呢？他不会介意的。开玩笑啊！看我小马哥那个玉树临风，就长得有点着急。我不敢太夸你太好看。如果小马哥一来，我就哇，帅哥来了！这我家大哥会吃醋的，不行。我家大哥最帅，永远都是我家大哥最帅。我连帅哥只能说刘姐呀、西仙姐呀，咱家的姐姐们看看帅哥，长得安全。咱那个怎么来？小马哥，咱是要干一仗吗？要？不，你俩不是组织局的啊？我是啊。啊！我寻思你昨天连我完事，我昨儿个要下播了，我就没接。我寻思今儿我看我就主动我申请吧。我不是我是怕那个不是这个8点到10点只能连两场吗？比如说咱现在如果打了 PK 的话，可以一直连线吗？可以保持一直连线吗？还是会限时呀、啊？就是可以一直连线，就是咱打完 PK 了以后，就是夸一下他就是自己掉了以后，咱们继续连线，连线可以，但是打是打不了了。哦，这样子，那玩一场呀，反正就玩一场嘛，也不打第二场了。行。妈呀，我这第二次机会已经用了，这是第二次。你已经用了？没有。你这是第二次吗？这是第二次。嗯。啊，那你还打吗？一会儿。打呀！怎么不打？那怎么办？来，那咱四个人连吗？还是就咱仨？你定吧。你那个小马哥，你再拉一个，你人脉广，你再拉一个呗。人脉广，我也卖广。人脉广就拉一个。嗯。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把你的情话在。我给付笛声老师拉上来了。好啊，那太棒了。那太棒了，可以吗？别，我一般不太敢拉他，我怕打乱他的直播节奏。嗯，看看谁在这儿啊？那个陈佳佳，陈哥，放羊哥认识不？刚打完，不认识，刚打完。张老师认识不？不认识，不认识。无双弹的特别好，谢谢大家，谢谢小兵姐姐。花一朵。我给放羊哥拉上来吧。好，他们都把第二次机会都用了。对，放羊哥就是跟我讲。那我这就第二次机会。放羊哥， Hello. 咱们俩把第二次机会又送给小马哥和张老师了。哎呀，马哥，哎，二胡的张老师，张老师，对，叫我小张就好，老师，小张就好。无双，张，哎、不，张老师，张老师，那小二胡给你拉的相当，拉的真好。我不知道我这个，我不知道我这个这是还能不能 PK 呢？这整的，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试一下。杨哥，我们是第二场，好，那我咱先说怎么玩呀？尊重于是才艺都放羊哥也是才艺是吗？对，我们无缝链接吧，才艺好，无缝链接，最后一名4321往回转。对，是的，行。OK， 我们试一下看我能不能打。如果不能打，多长时间？如果不能打，我不能影响，不能影响那个啥。好。谁开一下子？谁有个十分钟啥吧？来，我开一下，我看能不能打。开了。能，十分钟，好。呀哈。能打呀，然后闭麦，你看官方的。那我也算是第一场吗？这算是第一场吗？这样的话，咱们算是第一场吗？
明白，那我先弹曲子了啊，家们啊，先弹曲子了，家们，4321的倒叙表演节目，谢谢大家。有的时候咱们直播间好像搞氛围，有的人好像看不懂。我在搞氛围啊，你们有的带节奏，今天有点多哎。谢谢大家的支持，精忠报国，我们来一曲，家们把赞赞点一点啊。有的时候无双开玩笑是在做节目搞氛围啊。我们内斗姐姐的光，家们把我们赞赞点到100万赞，这首歌送给我们青州哥，欢迎青州哥，也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把我们赞赞点到100万赞，现在是双倍加成。感谢谢青州哥，谢谢大家，接下来继续给大家下一首曲子，花桥流水。感谢青州哥，谢谢我们所有直播间家人们，充满杀气。
家人们的守护，家人们，我们自然在第四名，最后一名了，家人们，我们今天可不能输给二胡，上次输得特别惨，谢谢我木田探气哥哥。今天我们第一次跟二胡连麦，家人们可不能输啊，家人们。感谢哥哥姐姐们的支持守护，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家人们满屏扣一波感谢，欢迎木油探气哥哥，木田木油探气哥哥，木油探气是改名字了吗？谢小金哥，谢冰哥哥，冰哥哥关注你了，谢谢我们青州哥，谢绿萝姐姐。目前我们在第四名啊，目前我们在第四名，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感谢我们，感谢扣一波，加油扣一波。还有最后五十秒，谢谢我冰哥哥，感谢冰哥哥，谢谢冰哥哥的浪漫满盈。现在我们在还在第三名啊，他们会偷塔，他们会偷塔的，可能我们要用抖音一号或者用嘉年华守塔了。还有三十秒，那个二胡他们家会偷塔比较厉害，放羊哥家也很厉害。还有二十秒，我们一起守个塔，一起守个塔。家人们能守塔的，咱们一起守塔，别让我输得太惨。还有十秒，还有十秒，欢迎八八八九八九，还有十秒，男生、女生们一起守个塔。还有五秒，还有五秒，我的天哪！感谢我青州哥的抖音一号，谢谢青州哥，感谢青州哥。谢谢木油探气哥哥，感谢木油探气哥哥。木油探气哥，你是不是改名字了？谢谢我们青州哥的两个抖音号啊！你放羊哥刚才输了嘛，这次就开始猛攻了。谢谢我们青州哥，谢谢绿萝姐姐，感谢第一次来五双直播间的冰哥哥，谢谢木油探气哥哥，谢谢小军哥哥，谢谢纯哥，谢谢大家。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啊，家人们。没事没事没事，青州哥很给力了，还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冰哥哥很给力，谢谢家人们满屏的摇旗呐喊啊，家人们可以不感谢、啊、大哥大姐的守护，感谢我东松哥，谢谢我布丁哥，谢谢运营职员姐姐，破费了破费了，感谢感谢大家啊，谢谢用户三零五叔，感谢酱油哥，感谢西贤姐姐，谢谢叔，谢谢妥协姐，谢谢高山流水哥，谢谢咱们直播间。他现在就是八点到十点就会这样，一到连麦时间他就会断开。等他们，没有没有，我们青州哥已经很厉害了，家人们瞄准我们的前榜三扣一波，感谢，还有我们的木油哥哥扣一波，感谢，欢迎欢迎我们的 Jason 哥，他一到时间就会断麦，要重新连麦连起来。谢谢大家啊，真的没关系的，很正常。是的是的 ，Jason 哥你又升级了呀，你啥时候四十三级的？你啥时候四十三级的？咦、哎，看清了，看清了！哎呦我的妈！哎，你赶紧得说一下子，就怕给你的第一扔了。哎呀，没有没有，开玩笑了，我故意的。那么多票，你们肯定看到了。对，到时间自动断开，现在是自动断。我们没瞅着。来吧，四十三，好，那无缝链接开始吧，无缝链接，无缝链接，那我来一曲《暂别离》送给我们。家们，咱们一定给点点关注啊！给网上大哥大姐、暂别离、我们叔叔阿姨，家们，咱们点点关注，行不行？谢谢啊，谢谢。跟张老师连麦的时候，我都没弹过这首曲，对不对？你还藏一首呢，还？嗯，粤语歌。你真有意思，那我不在这儿吗？你真有意思，你这块的。放羊哥，咱俩先点个关注吧。哎，对对，哎呀，老师给你点个关注。欢迎追踪哥，谢谢我们青州哥，感谢绿萝姐姐，谢谢冰哥哥，谢谢我们木油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送给我们私家直播间的家人们。
歌叫啥名？清新。好听好听，真好。这该说二胡拉的最好在这儿了啊、嗯！这个古筝弹的最好也在这儿了。哎呦喂！天花板连麦。来，唱一首我最新的单曲《骗了自己那么久》，送给大家。好嘞。心的守候，雨打寒窗又见黄花瘦，回忆的泪落在杯中酒，一世的从前难醒的旧梦，只有思念化作霜满头。原来你早已放开我的手，为何骗了自己那么久，舍不得忘记也要忘记，这样的折磨何处是尽头，明知你早已走，为何骗了自己那么久，斩断了情丝，斩断过往，留一条生路一个人走。耽误你们点时间，我把这歌唱完啊、哦、好嘞好嘞好嘞，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嗯、新歌我得宣传宣传。雨打寒窗又见黄花瘦，回忆的泪落在杯中酒，一世的从前难醒的旧梦，只有思念化作霜满头。原来你早已放开我的手，为何骗了自己那么久，舍不得忘记也要忘记，这样的折磨何处是尽头，明知你早已离我远走，为何骗了自己那么久，斩断了情丝，斩断过往，留一条生路一个人走，生路一个人走。
说是灵魂歌手吧。哎呀，王哥这首歌太好听了，还发行了没呢？发了，发了。发了是吧？无聊歌。我下去听听那个啥。能不能给我个版权弹古筝啊？等我给你问问啊。有个版权，发个古筝版本。行行，等我给你问问。好，听。街边的微风吹过，天上的星星闪烁，走在熟悉的街头，想起当年相识的你我。曾经的一个承诺，让我许下对爱的执着。红尘中相恋的你我，一起走过多少花开花落。永远爱你的我，爱你的我，对你的爱我从没有变过。走过多少春秋，多少风雨，你深深藏在我的心窝。永远爱你的我，爱你的我，对你的誓言我从没有变过。哪怕地老天荒，海枯石烂，我永远都是爱你的我。杨哥现在唱歌越来越像我师傅。谢谢谢谢马哥，谢谢马哥。你快好整翻版了你。都这么深情啊，我给他来一个深情的。潮湿的心送给我们思念的家人。好听好听，潮湿的心好听。还没听呢嘛就夸。就张老师的实力，我们相信。听完就马上说好听好听啊。对，好听吗？给蓝二胡的张老师点点关注，给弹古筝的无双啊点点关注，给唱歌的放羊哥兄弟们都点点关注，谢谢。给小马哥点点关注，谢谢。加满，然后给马哥点点关注，无双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哎，二胡老师点点关注，谢谢。哎，好啊，咱家的所有的家人们啊，给我们四面的主播都点一点关注啊，都是非常敬业的、非常不错的才艺主播啊，大家可以都支持一下，谢谢。家人们，给我们三位大主播都点点关注，谢谢。今天跟三位大主播连麦是无双的荣幸。好，谢谢谢谢谢谢，欢迎成哥。那就这么地，好，告辞。好
嗯，好了，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欢迎那片山。嗯，咱俩继续啊，搞起来，搞事儿，必须要整起来。那我先把潮湿的心拉完吧，好不？妈，要不然这气氛到这儿了，不让拉了。人家家人就喜欢看我跟二胡两个人斗，嗨起来，搞起来！欢迎陈哥，谢谢我们听哥哥，感谢丽罗姐姐，谢这首歌，谢唱七哥，谢小丁哥，谢谢大家。老师的心送给大家，好听。那我来一曲《西海情歌》，送给我们青州哥。哎呀，我跟你说，无双，我跟你说，我家我现在的榜一大哥，俺的榜二大哥都喜欢《西海情歌》。今天新来一个布丁哥，然后进来点的也是《西海情歌》，然后我家东松哥也最喜欢《西海情歌》，好好弹。当真呐，《西海情歌》。这么多哥哥们喜欢呀，青松哥你也喜欢呀，呸，东松哥，说错了，名儿都叫不对，就别说了。家们，我们家们喜欢吗？喜欢扣一波喜欢。好的，金董哥，金董哥你喜欢吗？青州哥喜不喜欢？家们喜不喜欢？喜欢扣一波喜欢。我发现这个有品的大哥都喜欢《西海情歌》。看看古筝版的戏还合一起，吴哥合不了，有延迟啊，效果不是很好。如果闭麦的话会影响音色。如果觉得好听，我们满屏扣一波好听哦，谢谢大家满屏的喜欢。Thank you.
谢谢谢谢，太客气了。感谢所有的家人们支持，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入灯牌啊！小张在这里真诚的欢迎大家回家。那个无双的这一首这个，西海情歌啊，是深情版啊，欢迎神秘人3096。我给大家来一首，也一样是经典老歌啊，我们再听一首深情的《好人一生平安》送给大家，之后啊，我们来一首这个啊节奏欢快的啊，我们再来听一首《好人一生平安》。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灯牌啊，有请张老师。西海情歌我们稍后啊，刚才前边咱刚拉了。
大家帮忙扣一波好人，一生平安，祝大家一生平安。人一生平安送给大家，好深情啊，好曲，谢谢，感谢大家的好人一生平安，祝大家都平安。好，那我们辛苦了张老师，我们这边来一曲刀剑如梦。好，刚才我把琴也换过来了，不同的调要用不同的琴来演奏。谢谢大家，送给我们两边直播间家人们，辛苦大家了。我们大家把赞点到400万，把赞点到400万。
谢我们家人们，欢迎我们两边直播间的家人们，谢谢大家的心情包进直播，感谢大家，谢我青州哥，谢绿萝姐姐，欢迎我们新进入直播间家人们，感谢大家，来有请张老师。哎呀妈呀，你这一会儿一个嘉年华，这幸亏没血条，不然这给我干没了血条。过奖过奖，你们家东松哥一直这个拿捏我，拿捏了好几天了，听说。欢迎东松哥，不是故意的，不是拿捏你。没关系，是守护我，没关系，没关系。你刚才不也拿捏他们了吗？没有没有，我们家大哥不是拿捏，我们家大哥就是看连线给我欣赏，给我鼓励，他不是拿捏。骏马奔驰薄边疆送给两边的家人。谢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啊，送给我们两边的家人啊。那个迷哥，一直说想要合一个《笑傲江湖》，不好意思，大哥合不了啊，合不了，会有这个网络延时。如果要闭麦的话，会影响音色啊，会影响这个效果。不好意思啊，迷哥，你要想听《笑傲江湖》，我下手可以给你拉一首《笑傲江湖》，可以不？啊，咱下一首二胡拉一个《笑傲江湖》。嗯，好，来交给无双。谢谢张老师以及张老师的家人们，非常感谢每一位家人们来到我们明月直播间，这里是古筝直播间，对面张老师是二胡直播间，当古筝遇上 DJ 曲，当二胡遇上 DJ 曲，当古筝遇上流行曲，那又是怎样的感受呢？左手指月，欢迎每一位无双家人们，欢迎每一位张老师家人们，特别感谢我们娟总哥，谢谢我们青州哥，谢谢家人们，觉得帅气，谢谢，觉得霸气，满屏的掌声扣起来好吗？
谢谢家们满屏的掌声。左手指月，好听好听，然后我家人说，谢谢杰松哥的这个是什么呀？海上生明月，谢谢两边直播间的家们，来张老师，好，我家这边大哥，我家这边公屏说都听得想喝酒了都，谢谢，感谢对面大哥的飞机，谢谢支持。那个迷哥想要听《笑傲江湖》啊，那接下来呢，这个，咱无双弹的这个是《左手指月》啊，是一首这个，歌手是谁来着？萨丁唱的，对，萨丁丁老师唱的啊。然后这边给大家来一首《笑傲江湖》啊，听一曲这个笑二胡版的《笑傲江湖》，送给大家。
一首这个《笑傲江湖》送给所有的家人们，欢迎，欢迎咱家新晋哥回家。谢谢，感谢 Jason 哥，谢谢，感谢支持。那我们这个张老师一首《沧海一声笑》，我们来一曲《爱江山更爱无双》二胡版的《沧海一声》，古筝版的《沧海一声笑》，应该是什么窜天的效果？大哥说是窜天的效果，我们合作欢迎光华哥，阿家们，爱江山更爱无双，欢迎西伯利亚的狼，我们满屏的瓦武器扣起来好吗？我爱无双，不对，是这个，不是这个版本。晚五七，我爱晚清，扣下家门，来个霸气的牌，这个不够霸气。谢谢木油哥，谢谢我们的接总哥，感谢我们绿萝姐姐，谢谢所有无双家们，我们晚五七扣起来。爱江山更爱美人，欢迎飞鸟哥，飞鸟哥晚上好，谢谢飞鸟哥。海上生明月，太高了，对不起，重新来。平台五八五七扣起来啊！我爱晚清的意思，幸运数字，谢谢大家。
爱江山，更爱美人。谢谢这种歌，感谢我们青竹哥，谢谢绿萝姐姐，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来到直播间，谢谢我们木油哥哥，谢谢小军哥，谢谢随心哥，谢谢南姐，谢谢我们所有家人们，辛苦了，有请我们张老师。好，谢谢，感谢大家的喜欢和支持啊，所有的家人们，看到大家在公屏上说喜欢，好开心，谢谢大家，感谢榜上的所有的家人们的陪伴，谢谢，刚才是平凡哥回来了是吗？欢迎平凡哥回家，感谢小华哥，感谢张哥，感谢西贤姐，感谢玄道哥，感谢所有榜上的家人们，谢谢大家，现在给大家来一首《为了谁》，送给大家。谢谢北辰。
为了谁？送给我们两边的家人，谢谢。是不是春天的感觉？谢谢，感谢新竹哥，欢迎新竹哥回家，谢谢无聊哥。我们家人们说要叫我们合作一个《沧海一声笑》啊，合作一个。哎，就怕那个有压缩嘛，合吗要？不是输了就不 PK， 只连麦啊，只连麦，晚上不让 PK 嘛。谢谢，感谢这三个，谢谢礼物支持。合一个嘛，这样合就扣一个，扣一波一，要我们合一个就扣一波一，谢谢大家。嗯。那我刚才拉，我刚才拉那个调行吗？你拉的是哪个调？我刚才不是拉了吗？降 B。你用的降 B 调。啊。那我去换一把降 B 调的琴。哦，好，那我等你。你时间长吗？你要时间长，我就再拉一首曲儿。啊，这么多人想要和啊！无双换琴啊，咱听一个小城故事。可以的吗？好了吗？好，来给大家来一首这个古筝和二胡版的合奏啊，一个这个《沧海一声笑》啊，好，那个可以听得到吗？去对面听。所有的家人们听合作版的，到无双家去听，扣一波一路长虹。到对面去听，
到对面去听啊，合奏版去对面听。谢谢新竹哥。谢谢，感谢 Jason 哥。谢谢大家，欢迎我们张老师直播间家人们，欢迎欢迎。家们可以发光迎了，谢谢杰总哥，感谢杰总哥。哎，谢谢好的好的，我们这个咱家人在那边的可以点，可以扣一波一路长虹啊，帮无双把这个数据做一做，给无双扣一波一路长虹，给无双扣一波一路长虹，谢谢大家，感谢新竹哥，谢谢新竹哥的飞机，感谢对面大哥的这个礼物支持啊，谢谢。那个就是这样，就是连麦就是会这样，就是会出现声音不协调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这个担待一下，多多担待一下。谢谢谢谢我们所有张老师家人们一路长虹，家人们也去这个张老师直播间，我们也扣一波一路长虹啊，一路长虹，谢谢大家，感谢满屏的一路长虹，谢谢张老师直播间家人们欣赏啊，感谢感谢，谢谢，太热情了，家人们，我们直播间家人们扣一波欢迎，扣一波欢迎啊，来，张老师，接下来咱们怎么安排？然后那个，咱家人不用着急回来啊，在那边多待一会儿吧。咱那个继续啊，咱刚才拉小城故事来着，小城故事没给大家拉完啊，接下来给大家来一首小城故事，一首这个小调啊，小曲儿，听着惬意一些，大家可以放松一些。首这个小城故事啊，送给我们两边的家人啊，太好听了，谢谢谢谢我们张老师，谢谢，感谢所有家人们的一路长虹，谢谢大家，太给力了，谢谢。那我们张老师，我一看这个一路长虹就被感动了，这个牌面足足的啊，
张老师，那我们来一曲《世间始终你好》，感谢我们这么友善的张家人，谢谢我们所有直播间的两边直播间的家人们的欣赏，我们来一曲《世间始终你好》送给两边直播间的家人们，尤其欢迎我们张家人来到直播间，谢谢我们这种歌的台面，感谢我们所有无双家人们的这个灯牌啊，谢谢大家。世间始终你好，欢迎聪雪哥，欢迎欢迎欢迎，谢谢。谢谢，感谢支持，谢谢。谢谢我青州哥，感谢追总哥，谢谢我们绿萝姐姐，欢迎每一位直播间家人。谢谢，感谢，感谢那个咱家榜上的家人们啊！谢谢我小华哥，谢谢新竹哥，感谢张哥，谢谢英俊，谢谢俊哥，谢谢，感谢西贤姐，感谢玄道哥，感谢溜溜达，感谢专业哥，感谢慕容哥，谢谢北辰，感谢无聊哥，感谢一茶一世界，感谢牛哥，感谢，哎呀，这俩张哥我该怎么分呢？这个 WTT 哥。榜十四的张哥，我叫你 T 哥可以吗？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然后呢，我们还有咱那个对面的那个 Jason 哥，谢谢，感谢对小张的支持。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一首，来一首什么呢？这个西口琴吧，好久没拉西口琴了。也是老曲儿啊，西口琴送给大家。好，也感谢我们这，谢谢青州哥，谢谢绿萝姐姐，谢谢小帅哥，谢谢小张哥，谢谢南姐，谢谢壮壮哥，谢谢所有家人们。
谢谢，感谢我星空哥，欢迎我一春哥回家，谢谢星空哥。哎呀，好不容易啊，星空哥，你忙完了呀，今天。谢谢。哎呀，好几天没有见了。好，一首《西口琴》送给我们两面的家人啊。好的，那我们那个来点快节奏的，大哥回家。星空哥喜欢听快节奏的，那我们来 DJ。这样吧，我先准备来一曲《问情》吧，这一首送给我们两边直播间家们，同时感谢我们网上的 J 总哥、青州哥、绿萝姐姐以及葱雪哥以及所有直播间的网上的哥哥姐姐们，谢谢你们的暖心的守护。我也好久没有弹这首《问情》了，《戏说乾隆》的主题曲《问情》，送给星空哥，你多待会儿啊。你得把之前的时间补上。聚到终须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啊。问情，谢谢，感谢追总哥，谢谢我们的辛苦了，辛苦无双了，谢谢我们两边家人们。我这边公屏上有一个这个5573大哥，可真可爱，他说换一个化妆师吧，太差了，大哥那个就没化就。我们都不需要化妆，直接素颜出镜就可以了，知道吧，大哥？你看啊，就不化妆。如果我化了妆的话，我是不可能在这样揉眼睛的。他一揉他就花了，你知道吧？
没化妆啊。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戴这个了。为什么？你是不是脸都没洗？因为我的脸长得太白太嫩了，满脸的胶原蛋白掐一下都会出水那种，所以我怕我们哥哥们看得受不了，我只能把面纱给他戴起来，要不然人家都看我脸、哎、不看我弹琴了。嗯，我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哎，可能确实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一般情况下为什么录视频会戴口罩呢，因为我都不化妆。对，咱们录视频咱们直播都不化妆，原生态，嗯，也没有各种弄啊啥的。嗯，对，没有关系啊。接下来那个接下来怕迷死人负不起责任。嗯，那个嗯，给大家来一首这个嗯，行空哥回家了，行空哥喜欢听 DJ 啊，给大家来一段 DJ 啊。是这样的，无双，这一段 DJ 大概有十分钟啊，你要想上厕所你就上厕所。是这样，我去上个洗手间、哎，好的，这十分钟我来撑着。来一首这个二胡版的 DJ 啊，咱家今天有很多第一次来的家人们啊，我们也可以来听一下这个疯狂的二胡是什么样子的，不是大家认知里的那样。张老师，二胡无所谓，看疯狂的张老师。不，张老师不正经。
好，一首 DJ 送给大家，谢谢，感谢我星空哥的车队，谢谢我阿龙哥的车队，谢谢大家的支持。咱那个赛马四百万赞啊，家人们，赛马四百万赞，现在是双赞，还差不多了，不多了，差不多了，补一补。现在已经890万了啊，再补10万，谢谢大家，再补，哎，不是，是呢，再补10万，补10万。好，剩下的时间我们交给无双。我们来一起听我说，谢谢你，谢谢我们两边直播间的家人们。给我们两位女主播小姐姐的这个陪伴，因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首曲子呢特别的富有童心，因为啊不管在我们什么样的年龄层次，什么样的年龄阶段，我们都要有一颗保持童心的快乐，对吗？所以说我们无双给大家来一曲听我说，谢谢你，谢谢我们无双家人们，也谢谢我们二胡张老师张家人们，谢谢大家，谢谢啊，还有感谢我们对面的 Jason 哥，谢谢支持，谢谢大家。下一首赛马。好温暖的一首歌，司令，感谢大家，温暖吗？对，很温暖。好，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啊，我们这个四百万赞辛苦大家点赞了，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拉一首这个赛马。有在等，一直在等，想要听赛马的家人们，你们扣一波一，我看一下在不在。哎呀，行空哥升级了，灯牌九级了。马上就十级了，星空哥。来一首赛马送给我们的家人们。对，一直在等着听赛马的家人们扣一波一，我看有多少人在等赛马呢？
谢谢我们同学，我就啊，我就拉两遍给大家听啊，我一般情况下都偷懒，我只拉一遍，今天给大家拉两遍的这个。感谢星空哥的保时捷，感谢阿龙哥的车队，谢谢 Jason 哥，谢谢，感谢阿龙哥支持，谢谢。张老师辛苦，谢谢我同学哥大红包，感谢，谢谢我们两边直播间家门。那无双再来一曲，你笑起来真好看。不管人生，不管此时此刻你是多么的迷茫，多么的我们的坎坷，多么的难过、委屈也好，等等等等。我们一直要记得笑哦，因为你笑起来的时候真的很好看。来家们，我说弹这首曲的时候，我们把笑脸发在公屏上好吗？家们周末愉快，你笑起来真好看。想起远方的山，也感谢我们杰总哥，谢谢你的霸气的守护，谢谢聪雪哥，谢谢我们的司令，谢谢张老师家们，谢谢无双家人们。
烦恼，所有的忧愁通通都吹散，因为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哦。谢谢谢谢，感谢无双，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那我们好，非常感谢那个张老师。咱家有很多人想要，谢谢，咱家有很多人想要听战马啊。是这样的，现在已经快十点了，已经十点，对，十点二十八分了。小张快要下播了。如果我们在十点三十五分之前可以把赞给他干到五百万的话，我们就来一首战马。小张在下播啊，我们咱家五千多人呢，咱家所有的人都发动一下啊，咱都发动一下，所有的家人们齐心协力点赞，把赞干到五百万，在十点三十五分之前啊，十点三十五分之前把赞干到五百万，小张就给大家来拉战马奔腾啊。好，现在给大家来一首，这个大家想要听酒干倘卖无，还是想要听敖包相会 DJ 版？都是 DJ 版啊，都是 DJ 版。想要听敖包相会的扣一，想要听酒干倘卖无的扣二。想要听敖包相会的扣一，想要听这个酒干倘卖无的扣二。来快，我选择困难症犯了。该拉哪个呢？这个，该拉哪个呢？快，敖包相会扣一，酒干倘卖无扣二。咱家人想要听哪一个？又路灯下的小姑娘，路灯下的小姑娘，那开场拉过了，天天路灯下的小姑娘。哎呦我天哪！二，酒干倘卖无啊，好的，来，酒干倘卖无送给所有的家人们。好。还有六分钟，把赞干到五百万，现在是双赞加成。甩出来，
谢感谢大家啊！酒干倘卖无送给大家。好。哎呀，我跟你说，这战马魅力真大呀！大家这个之前都是五十多人、八十多人、一百二十多人在点赞，这战马五百多人在点赞，好辛苦，辛苦大家了。这个470万了，还有一分钟，你们能到500万吗？张老师家点赞确实厉害，嗯，我们要学习。谢谢家人们，对家人们很辛苦，家人们很辛苦，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感谢我榜上的家人们，嗯，谢谢，感谢我张哥，谢谢俊哥，嗯，谢谢行空哥，感谢阿龙哥，感谢小华哥，感谢所有支持小张的家人们，啊，谢谢，嗯，这个是。乱舞哥，谢谢，欢迎回家。好，交给无双。好，非常感谢。又是双赞，家人们又是双赞。那家人们辛苦大家，我们一直在为无双点赞。虽然我们的今天的点赞，还没有到200万赞，但是已经很厉害了。因为毕竟我今天的人气不是太多，不是太好。谢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那无双给大家再来最后一曲。太想念也是无双的成名作之一，太想念送给我们两边直播间家人们，辛苦我们两边直播间家们榜上的哥哥姐姐们，你们守护我们辛苦了，欢迎野猪哥，谢谢。咱500万赞拉战马啊，没有关系，500万赞拉战马。天哪！谢谢我们乱舞哥哥，谢谢野猪哥哥，谢谢楠姐，谢谢我们一直
爱的影子。大哥，一会儿三个嘉年华了，你不怕我流口水吗？你不怕？不怕。你们家东升哥打我的时候，我也不怕，因为我知道我大哥总有一天会回来。榜上的哥哥听到了吗？行空哥，他挑战你。咱们扣一波这种歌，霸气霸气扣起来。阿龙哥，他挑战我。今天大爷有点含蓄啊，今天大爷。最后20秒钟了，守塔呀，大哥们！守塔了，守塔了。10秒钟守个塔，干得出乎意料呀。输得漂亮，输给嘉年华不算输。我准备来拉战马了，我是在这儿拉还是回家拉？那我就不打扰张老师拉战马了。好的，那我就回家了。嗯，拜拜，拜拜，拜拜，大爷们今天承认了，感谢我的朋友，我感谢你们默默相守。感谢现在以后风雨同舟，最后要跟我 PK。 感谢所有深爱我的朋友，这样啊，马平的扣一波霸气扣起来，超级霸气，看到没有？咱们现在以后风雨同舟，明天的梦一起追求。今儿个咱们家超级超级超级有牌面，超级超级霸气，对不对？被他们家大爷拿捏了最起码有3-4天了，一直打我，每一场都打我，真的。公屏上说我们家没大哥，我们家大哥多的事儿啊。你看我们的杰森哥，我们的青州哥，我们聪雪哥都是家大哥。你看我们家灯牌多高啊，大哥平时都是谈大项目去了，大哥要么不来，一来全是嘉年华走起，这样吗？对吗？对，扣一波。对，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沉得住气，四个字儿靠起来，超级霸气。什么叫淡定从容？什么叫心中有底气啊？就是最后他要跟我打 PK 的时候，咱们都不需要喊，都不需要喊麦，因为心中有底气，大哥一定会守得好好的，是吗？家们，再扣一波霸气！哎呀，谢谢。谢谢家们给无双的牌面。谁要欺负我，大哥们站出来保护我。你看们这种哥霸气，超级霸气，这种哥霸气。此时此刻我要唱首歌给 J 总哥，也给家人们，谢谢你们给我的勇气。前两天我都委屈的不行，但是我不能跟大家说委屈，因为哥哥们有自己的事儿要忙，姐姐们有自己的事儿要忙，不可能一直陪伴着无双，对吗？家人们，我爱你无畏人海的勇气。唱的不好听啊，我感觉好怪啊，重新来啊，重新来，送给大家。满屏扣一波超级霸气，扣起来，反正快下播了，家们，我不是专业的啊。我爱你无畏人海的勇气，用尽一生的勇气，只为风雨是你就足以看了。
了太多，竟然分分合合。爱情是很脆弱，像温室里的花朵，你这么说，我其实很忐忑。若我没有许过承诺，你还爱我吗？听夜空的流星陨落的声音，这夜晚让你听，我爱你不畏人海的勇气，用尽余生的勇气，只为就足以，是你们就足以。谢谢家们，感谢大哥们今天给我的牌面，要不然我一直被对面拿捏的。当然了，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嗯，家们开心就好，谢谢大家。还有一首歌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会唱了，我只会唱这种，激动的不行。那当然激动了，今天终于扳回一局，终于拿捏住对面的大爷。不哭，不能哭，不能哭，所有的委屈今天真的谢谢我接总哥，接总哥七级灯牌了，谢谢绿萝姐姐，绿萝姐姐十四级灯牌了，感谢我们司令，司令十六级灯牌了，谢谢我们南姐，谢谢小俊哥，谢谢野猪哥哥，谢谢一只爱家的影子，谢谢青青姐，谢谢用户六三七幺七，谢谢栀子花，感谢夏末姐姐，谢谢七八年，谢谢 DS 哥，谢谢青山哥，谢谢小曾曾，谢谢糊涂哥，家们可以不感谢好吗？还有一首曲子给大家再唱一唱，感谢客气来家们，满屏的感谢，多么幸运能够遇到家人们。噔噔噔噔噔，文字，感谢客气来，谢谢大家，谢谢所有无双家人们帮无双点了150万赞，你们辛苦了，谢谢大家。你是清澈的湖泊，是璀璨的星河，是五彩缤纷的烟火。你是夏天的凉风，是冬天的暖阳，是照亮黑暗的灯火。有你陪着我，在寂寞，无聊的生活不再无聊了。有你爱着我，路不再坎坷，有你在，什么都变好了。多幸运遇见你，你是我一生的欢喜。多幸运能和你一起看太阳升起，如果不是你，我不会明白爱的意义。谢谢你一直不离不弃，多幸运遇见你，给我数不完的甜蜜。多幸运能和你一起看夜空繁星，如果没有你，我的世界该多么孤寂。遇见你是我三生有幸，遇见你是我三生有
信。谢谢飞牛哥，谢谢司令，谢谢我们所有家人们，感谢杰总哥，谢谢大家。你是夏天的凉风，是冬天的暖阳，是照亮黑暗的灯火。有你陪着我，我不再寂寞，无聊的生活不再无聊了。有你爱着我，路不再坎坷，有你在什么都变好了。多幸运遇见你，你是我永生的欢喜，多幸运能和你一起看太阳升起。如果不是你，我不会明白爱的意义。谢谢你一直不离不弃，多幸运遇见你，给我数不完的甜蜜，多幸运能和你一起看月亮繁星。如果没有你，我的世界该多么孤寂，遇见你是我三生有幸，遇见你是我三生有幸。谢谢大家，感谢我司令，谢谢飞鸟哥，谢谢一号麦 J 总哥，谢谢小军哥哥，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谢谢你们的陪伴，今天好暖心哦！谢家们160多万的赞，给我们杰总哥上个管理。嗯，声音也如此好听，我唱歌声音就有点奶声奶气的，对不起啊，家人们。是五彩缤纷的烟火，你是夏天的凉风，是冬天的暖阳，是给我们这种歌上个冠礼，明明是美女，谢谢大家，早点休息。嗯，谢谢大家，再来一曲再离别，再别离，好，无聊的生活不再无聊了，再来一曲《暂别离》。路不再坎坷，有你在，什么都变好了。多幸运遇见你。这首歌送给我们 J 总哥，也送给我们榜上所有的哥哥们，谢谢大家。再别离，我们永远陪伴你。那慢慢听，喝一波5万5000，我爱晚清，谢谢大家。
谢龙哥，谢谢大家满屏的玩偶皮，感谢龙哥，谢谢司令，谢谢杰总哥。谢谢所有无双家人们，杰总哥太霸气了吧！欢迎守护哥，谢谢我们小春哥哥，谢谢一直爱家的影子，谢谢和谐哥，谢谢青青姐，谢谢所有无双家人们，晚安家人们，工作顺利，幸福安康，祝福家人们夜梦吉祥，谢谢大家的支持，爱你们。再次感谢家们，明天见，拜拜。好，谢谢大家，明天见哦，拜拜拜拜。和谐哥哥拜拜，简单拜拜，蓝色拜拜，杨倩拜拜，无双辛苦，杰总哥，谢谢你的霸气守护，谢谢你今天给无双妹妹的这么霸气的牌面，谢谢给无双家这么大霸气的牌面。完美人生拜拜，时尚姐姐拜拜，香木姐姐拜拜，司令拜拜，家人们拜拜，爱你们拜拜，明天见，南姐拜拜，拜拜，香木姐姐拜拜。明天下午一点开播，明天下午一点开播，拜拜，家人们。